你好，谢谢打开仙鹤中文频道。这里是十七组中文对话。和以前一样，请先听一遍，再看说一遍稍慢速，最后看说一遍。欢迎和我一起练起来。你现在最焦虑的是什么？生活费用太高了。你现在最焦虑的是什么？生活费用太高了。你现在最焦虑的是什么？生活费用太高了。这个多少钱？你要多少？这个多少钱？你要多少？这个多少钱？你要多少？你们昨天玩得开心吗？还不错，我们运气好，碰上了好天气。你们昨天玩得开心吗？还不错，我们运气好，碰上了好天气。你们昨天玩得开心吗？还不错，我们运气好，碰上了好天气。为什么这次活动取消了？我也不清楚，是因为很多人来不了吗？为什么这次活动取消了？我也不清楚，是因为很多人来不了吗？为什么这次活动取消了？我也不清楚，是因为很多人来不了吗？你要和我们一起去露营吗？去年我已经去过了，这次就不参加了。你们玩得开心点。你要和我们一起去露营吗？去年我已经去过了，这次就不参加了。你们玩得开心点。你要和我们一起去露营吗？去年我已经去过了，这次就不参加了。你们玩得开心点。他为什么不高兴？让他一个人待会儿，迟点我去问问他。他为什么不高兴？让他一个人待会儿，迟点我去问问他。他为什么不高兴？让他一个人待会儿，迟点我去问问他。这本书快到期了，我今天去图书馆把它还了。这本书快到期了，我今天去图书馆把它还了。这本书快到期了，我今天去图书馆把它还了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只要我能帮得到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只要我能帮得到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只要我能帮得到。好消息，今天我们签成了一单生意。太好了，那一定要庆祝一下。好消息，今天我们签成了一单生意。太好了，那一定要庆祝一下。好消息，今天我们签成了一单生意。太好了，那一定要庆祝一下。你们还在开会吗？
没有，我们已经开完了。你们还在开会吗？没有，我们已经开完了。你们还在开会吗？没有，我们已经开完了。哥哥看起来很累，他没事吧？他没事，就是需要多点休息。哥哥看起来很累，他没事吧？他没事，就是需要多点休息。哥哥看起来很累，他没事吧？他没事，就是需要多点休息。别叫我跟你打游戏，我打得太次了。我也不行，就是一起玩呗。别叫我跟你打游戏，我打得太次了。我也不行，就是一起玩呗。别叫我跟你打游戏，我打得太次了。我也不行，就是一起玩呗。你看新闻了吗？什么新闻？好事还是坏事？你看新闻了吗？什么新闻？好事还是坏事？你看新闻了吗？什么新闻？好事还是坏事？我们几点开始上瑜伽课？今天没有瑜伽课，教练病了。我们几点开始上瑜伽课？今天没有瑜伽课，教练病了。我们几点开始上瑜伽课？今天没有瑜伽课，教练病了。怎么回事？洗手间没纸了？不可能，我刚放了一卷。怎么回事？洗手间没纸了？不可能，我刚放了一卷。怎么回事？洗手间没纸了？不可能，我刚放了一卷。这道题太难了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如果你都觉得难，我就更不会做了。这道题太难了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如果你都觉得难，我就更不会做了。这道题太难了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如果你都觉得难，我就更不会做了。你的作品真好，很值得我学习。哪里？其实我从你身上学了不少。你的作品真好，很值得我学习。哪里？其实我从你身上学了不少。你的作品真好，很值得我学习。哪里？其实我从你身上学了不少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，下次再见。